晚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。你的眼中明暗交杂，一笑生花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上次考演技的视频火了，这次大家想看你演反派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要我演什么？我就要演什么吗？我只是不要脸吧！老师，张老师，上一条视频太赞了，这次大家想看你演父亲。好，想象一下，和你相依为命的女儿嫁人了，你刚参加完她的婚，回去吧。这橘子没人吃，我就把它给拎回去了。我吃撑了呀，然后我自己走回去。不用送了。回去回去回去啊。晚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。你的眼中明暗交杂，一笑生花。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